台北市嘉义同乡会登山健行队113年第一次的活动，是内湖的碧湖公园与碧湖步道健行。出发前，由住在内湖的郑春雨东石乡亲赞助了茂谷柑，为今天的活动展开序幕。从捷运文德站出发后，大约走个5分钟，就到达碧湖公园。这里旧名内湖大陂，是清代灌溉农田的蓄水池塘，之后改建碧湖公园，跟邻近的大湖公园是内湖的两大湖水公园。碧湖步道穿梭在民宅社区之间，动植物生态十分丰富，沿路有矿车轨道装置，让登山民众可以认识当地早期的煤矿产业。在穿过新福本坑矿坑意向隧道后，就是今天的健行活动终点——大沟溪生态治水园区。今天的活动约80几位乡亲参加，健行步道起伏不大，行走距离约8公里，耗时3个小时，是一座捷运可达的都市郊山，交通便利，非常推荐给各年龄层的朋友来试试。